红烧猪蹄是以猪蹄为主要食材的家常菜，味道可口，营养价值丰富，满满的胶原蛋白和美容养颜，做法不复杂，只要焖煮时间足够，就自然是一道美味的菜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来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道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美味的家常菜——红烧猪蹄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会在每个星期一、三、五上传我新的视频。准备。
搅拌均匀。再次盖上锅盖焖煮15分钟，15分钟后可以用筷子试探一下猪脚是否酥软，可以轻松地插入每一块猪脚即可，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大火再把汤汁煮一下，然后淋在猪脚上面。这样美味营养的红烧猪脚就可以享用了。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视频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留言和订阅，我会在每个星期一、三、五上传我新的视频。